这取这个上面的，先剪一些要等一下算要插枝的枝叶下来。这样我们会记得它之后开花是哪一种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往前走往前走。在干嘛？说这是伊莎安妮，伊莎安妮，看一下它的那个花，才不会只有忘记。这个叶子有一点板病，把它剥掉，就像那种黄黄的这样，剥掉。一下呢。好。现在在修剪枝叶，就是刚上面采下来。这个插的地方要切的斜斜的，对，斜斜的才有利它生根。没有拍到，斜斜的它才会生根，叶子不用太多。这个要把它切得斜斜的，有利它生根。切斜角。好。叶子不要那么多。切角切好了，就是每一根都切斜。好，防止沙子流光，防止流掉。你这样子做排水会不会不好？不会，它会烂掉，它会湿掉，对不对？旁边的话是我们去买的阳明山，你现在挖进来放在小盆栽里面。好，放到满。
湿透就可以了。直接插进去就好。嗯，直接就是要等多久？要长根以前就不能去动它。嗯。等长根以后，再来换盆。大概要多久？最少应该要两个月以上。两个月。嗯，两个月、三个月，等它根长好了以后，才可以换盆。好，换完盆再来给大家看。嗯、只要叶子没有干掉了，就会继续长。嗯。若干掉的话，就没成功。长根就成功了。好，那就下一次来看看有没有成功。